太极拳是中国古代人民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下来的一种集易经、内经、全经于一炉，融养生、保健、济饥于一体的传统体育和武术瑰宝。它综合了我国源远流长的武术、气功导引术和突纳术，汲取了中国古代太极阴阳学说和祖国医学的精华，使其成为整体的内外统一的内功拳术。由于太极拳理论和实践的博大精深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学习深感困难。学练二十四式太极拳不谈高深理论，一招一式的叙述简明扼要，通俗易懂，对推广普及太极拳运动是极好的教材。预备式。第一式，起式。第二式，左右野马分鬃。第三式，白鹤亮翅。第四式，左右东西奥步。第五式，手挥琵琶。第六式，左右倒卷弓。第七式，左揽雀尾。第八式，右揽雀尾。第九式，单鞭。第十式，云手。第十一式，单鞭。第十二式，高探马。第十三式，右蹬脚。
第十四式，双峰贯耳。第十五式，转身左蹬脚。第十六式，左下式独立。第十七式，右下式独立。第十八式，左右穿梭。第十九式，海底针。第二十式，闪通臂。第二十一式，转身扳拦锤。第二十二式，如风似臂。第二十三式，十字手。第二十四式，收式。预备式，第一式，起式。第二式，左右野马分鬃。第三式，白鹤亮翅。
第四式，左右搂膝傲步。第五式，手挥琵琶。第六式，左右倒卷弓。第七式，左揽雀尾。Thank you.
八是又懒却为。第九是翻边。第十是云手。第十一是单边。第十二是高探马。
第十三式，右蹬脚。第十四式，双峰贯耳。第十五式，转身左蹬脚。第十六式，左下式独立。第十七式，右下式独立。第十八式，左右穿梭。十九式，海底针。
第20式，闪通臂。第21式，转身扳拦锤。第22式，如风似雾。第23式，十字手。第24式，收式。